国这个政治是讲 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们记得首相那句，在补选的时候讲 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所以我们的警察 block 你的车，拿出你的 license. 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我们要省得下一些事情，去到政府部门 ，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国防部卖掉我们的潜水艇 ，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卖掉我们的战斗机 ，NG，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话，以后安迪你回家，叫你的孩子跟妈妈扫地，你的孩子讲，妈咪 ，You help me, I help you. 你做碎碎，我做碎碎。蔡思丽看到女孩子碎碎，她就说：“你跟我碎碎。”蔡思丽酒店碎，蔡思丽的儿子消费碎，两个都是金家下碎。 所以，如果将下水的人，你们还一直支持的话，这个国家没有希望，这个国家真的没有希望。你看，现在林良士跟陈广才被反贪污委员会抓了，你们认为真的会把这两条大白鲨杀掉吗？如果真的会把这两条大白鲨杀掉，我邱刚亮请教。 不然的话，这两只大白鲨只是抓出来放在鱼缸、牛奶、鱼去，这明兰就说：“你看我也是反贪污啊！”那选举完了，如果国政还大胜的话，这两条鱼拿出来放走。如果反贪污委员会在面对来届大选、明年做政府的话，这两条不拆掉，就反贪污局的总监请掉。所以今天。 马来人的政治开始迟疑，我这边甚至可以公开讲，拿去还有一张王牌，准备是要来团结马来人的选票支持胡同，以及恐吓华人跟印度人不要支持明年，特别是你们是马六甲州的子民，你们对这个这张牌，你们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熟悉。今年是2021年。 胡统将会庆祝马六甲王朝灭亡500周年，大家看到布条了没有 ？Kejatuhan Empire Islam Kerajaan Negara，他们的布条是这样放的，提醒马来人，如果明年执政，李光耀的徒弟林志祥，他的儿子林冠英，就是来统治马来人。 因此，马来人要记得祖宗的教训，500年前马六甲王朝灭亡，这些这样的政治是讲得很隐喻的。马来人听了心中会恐慌，所以华人更加要拿出你的毅力，拿出勇气。我们行动党要更加多点去马来打工解析，你们更加要多点发 SMS 跟 share， 马来西亚才能够真正看到。 茉莉花革命的精神在马来西亚体现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执政，行动党就是一条狗。行动党是一条狗，没有贬义词，英文叫 watchdog。狗就是要养的大条，兢兢火焰，拿来吠，来接选举。
就会有很多条狗在你面前求你给票他，让他成为你的忠心的忠仆。但是行动党是狼狗，马华是走狗，王珠强是癫狗。你选狗千万不要选错，不要猛狗狗。所以来健康选，你们应该怎么做了没有？今晚除了懂得怎么做，回家也要广泛传达这个信息，让你的亲朋戚友都懂得怎么做。因为我们不要看到国家的历史走向倒头路。很多人问我邱光耀来健康选会不会出来竞选，我今天再讲一次，孙中山先生说，男儿要立志做大事，不是要做大官。所以我邱光耀来见大选绝对不会出来竞选，我会协助所有行动党的同志，不论是老人、年轻人还是中年人，只要你是行动党的候选人，你需要我出来站台演讲，你请打电话给我，我一定穿着苏慧曼的衣服底裤穿在里面到你选区来给你助选。我没有要求，我只要求你给我一罐更豆柳皮啊，去腿皮旁沟，那就够了。所以为一个释放马来西亚的民主运动能够继续向前，为了确保马来西亚政治不会回到